对，啊，如果知道的人就知道我在讲干话。没有，你都讲认真的啊。没有，对，我对你是认真的啊。黑熊订阅数那么低，对吧、啊？还平常一直呛来呛去的。剪一支片60块。我跟你讲，平常黑熊。平常我真的不主动攻击。你有看他刚刚超级惊讶的表情？你刚刚超级惊讶的表情。这是讲认真的吗？对啊。剪一支片60块。没有。没有啊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今天的 Vlog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有去过一次蔡渣工作室？哇！没有，我们先从门口开始。先从门口，这边就门口啊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才刚搬去上一个工作室没多久，结果他们最近搬了一个新的工作室，我又挑在他们刚搬过去最乱的时候要去拜访一趟。我今天有一支特别影片要在那边拍，所以走着瞧，看有没有办法成功。自信满满。已经天黑了，蔡渣说要先带我们去吃饭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才会去他的工作室来一探究竟。而且，我明明说到工作室集合了，可是我一到之后，他们说他们已经在餐厅集合了，我觉得在母汤。你好黑哦。然后等一下去完工作室之后，可能还会去夜市走走吧。我目前只记得台中有逢甲跟一中街，我不晓得我漏掉哪里了。然后他们吃这个，哎，看我很久之前跟蔡渣他们来吃过，哎，干嘛？为什么要装酷？我这边等你等多久、啊？你骗人！没有，我住在这边两天了，就为了等黑仔熊。你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，你吃多久了？没有啦，我要开始滑你的现实动态，看你在哪里。Hello， 是这边吗？我也是三多啊。那你们怎么都吃？哎呦，哎呦，他们都知道谁是谁。哦，我会开。哇，来来厨房。哎、欸，你们开灯要小心猫咪。这真的是军工厂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军工厂。然后玻璃窗。哇塞！火枪吗？这边是在开什么玩笑啊，胡子？自己做的那个。对啊。酷。哎、欸，这也超适合胡子，真的。不是啊，就是，然后他哪些实验失败，那边就会爆了。哎、欸，你这边会不会警察进来？你这个，哇，你会不会被警察带走啊，胡子？不会啊，怎么会？这边看起来都是兵器耶。对啊，感觉警察可以到那边的。因为空间比较大了，就可以把东西更好的分门别类放。那个光键会亮吗？会啊。啊，你昨天放了大钉钉，就这个啊，不是？他是可以对打那个吗？啊！你是去跟那个谁做的吗？员工都是对的啊。哦，这个是那种可以敲的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们很屌哎、欸，官方做的都不能这样对敲哎、欸啊。哇，这边可以烤肉，这个就是那个吗？哦，沧海胡子，这就是你的精美的节奏，对不对？哇、哦啊，胡子他妈做实验做到爆掉了、欸，干他妈超屌。这个是不是上一次、哦、那个？是不是我太胖？第一面剪片倒了，对对对。倒走我们是不是要申请黑羽工作室要一个这个？他那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想说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太甜了！我天哪！我下辈子要当猫！哈哈不可以让猫咪跑出去啊！哇，我这么高！你好大只哦！我不是说你胖啊，我是说你体型比较壮硕。你看他又骂了，你怎么在抱小孩、啊？对啊，可是他看起来很不安稳、啊，是吗？不安稳。对啊，他的头一直在那边这样。他就喜欢了，你看我要用他，他就会，他就想要看了。哎呀妈呀！金贝，这只叫什么？你是不是在敷衍我？我刚刚只看过。然后厨房，哇，超大哎！另外一个是工作间吗？这边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。为什么是你说可以啊？讲得很像你家一样哎。这是鱼缸的位置。鱼缸的位置。然后那边是菜渣位
God， 好猛哦！然后他在那边盯着你看。哦，嗨，你就是被做成背包的那一个吗？对。那边应该就是厕所了，就不进去了。还有他们自己的房间。哇、哦，好多公仔哦！这个是联动的吗？对。欸、真的耶。哇！对对，这是谁？他是欧弟吗？攻击他！不要啦！好、哦、水哦！不要！直接攻击起来！干！干！攻击！那我们来试。我有麻将。哇！傻小！傻小！烂死！挂！死了！我不玩。我们刚刚去完，从他那个工作室离开了，今天人在逢甲夜市这边。大家觉得我们失礼，因为我们很快就走了。对不起哦，因为有说好还要再来夜市站站铺的啦。我今天去呢，其实一部分是想要参观一下，就是人家工作室怎么整顿的，因为我希望黑羽工作室能够再漂亮舒服一点。很难做不到。不会做不到啦，就是办不到。要勤奋一点，整收拾、打扫、准备，所以就黑羽干巴里吗？我相信你自己去里面逛，你一定也有感受到差别在哪了。好啦，各位，那今天影片呢，就带大家一起去逛逛鱼干菜渣他们最新的工作室。我之后有空应该也会再去的。我拍了一个我自己拍到后来觉得很尴尬的想要骗人的影片。我倒是觉得后面那个色素还不错，对，发挥的好。反正你们就点点资讯卡或订阅频道关注一下吧。那今天的 vlog 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可是他确实是有一点点 BTS 啊。对，是没错，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背景音乐啊，没有背景音乐，背景音乐给他吗？没有啊，他很可怜，很小声哎、欸。